说的是我不想走，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。我不会问你为什么，你不用教我怎么做，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。哦哦，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，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？难道是我？哦哦，你说的回忆有很多，你说的赚钱像烟火，你其实骗了自己，骗了我。找到最亮眼的自我，哦哦，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， 难道我曾经默默纵容？那是你犯的错，哦哦。Bad boy, bad boy， 你的坏让我不明白。Bad girl, bad girl， 我必须要离开。你是 bad girl, bad girl， 你的坏让我太无奈。Bad boy, bad boy， 让我对你说拜拜。撞击上烟火，你说的是我离不开。哦哦哦，我不会证明是与否，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，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。哦哦，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， 我一直无心作用，那就是你犯的错。Kevin， 妹妹，你是我們的中年好聲音的麻辣火鍋，我覺得夠不夠 spicy 啊？頭先，耶！你夠膽搞啊，小辣椒！我聽講佢有腰傷喎，今日係啊，佢真的很不話得，幫我哋揀曬歌、定曬分曬，跟住妹妹老師就話啊，我哋要排舞。跟住我哋練練下嗰個先至話有腰傷，我就即刻鬧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你知唔知佢點解又咁樣捲住捲石子喺度同你咁樣搞法？因為佢要補翻條腰。因為為咗幫你咋，仲去鬧佢，啱唔啱啊？係，咪啊嘛？係。你哋嗰個麻辣火鍋嘅關係咧，真係好正。係㗎，我都好中意。究竟煮咗幾多分出嚟望下先？叫你不要亂嚟噶啦，嗱係咪鬧到？其實咧個盤骨、個腰骨係好緊要嘅，前翻少少。你唔好亂嚟啊！你我哋聽聽評審嘅意見先，冷靜少少啊！十八分啊，俾佢講啦！哇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我俾最低我講先啦。其實啊，古祥文咧，你係好屬於舞台，你好壓台，你可以話今屆加埋上屆個 one of the most 壓台。我好喜歡你最後兩個 answer back 那個，讓我對你說拜拜，讓我對你說拜拜，我丟給你，你又丟給我，那裡是拿得最高分的，不過我未去到19，
點解咧？我覺得你唔夠曳啊，再曳啲。恭喜曬！多謝你五 Sir。Thank you Harry。哇，老師二十分喎。阿五 Sir 啊，你後知後覺啦，我一早話咗佢係巨星嚟嘅。覺得其實又真係好可惜嗱，今日咧可以阿谷亞薇，你幾多歲？都話啊，我好直接係嘛？但係 anyway 唔緊要，我都係覺得點都一定係後生過你啦，一定後生過我嘅，係同一種年青人一齊咁樣合作咧，嗰個火花我好 enjoy， 同埋嗰種咧好生猛嘅感覺啦，所以我就覺得即係number one。多謝慧涵老師 ，thank you。微微喺呢個台上面第一 number one 係型到爆 ，number two。大家都要向佢學習，佢真係俾 120% 出嚟嘅，所以佢係要帶動咗古祥雲起碼 100% 出嚟。今次快歌嘅拍子感係最好嘅，真係呢個係 record breaking 啦，差唔多。哇！掂啦，我想問一下微微，點解你咁錫佢啊？因為靚仔啊！呢個係慧涵老師嘅答案嚟嘅。當有一個人企喺你面前咁信任我嘅時候，就好似第一次唱《盼望的緣分》，我話你跟住我做啦，攞咗張紙，逐粒逐粒咁樣寫低。由嗰一刻開始，我覺得呢個人抵錫，係。所以你同佢唔係盼望的緣分，係中年的緣分。恭喜曬！